以再吃一颗吗？可以。啊！哎呀！妈妈要吃一颗，喂我吃。哎呀！啊、没有吃，你我的东西在地上滚。都没录进。耶耶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最厉的小野是最厉害的。嗯哼哼。嗯。记录一下这几天使用这个净痘调理精华的心得。这几天本来这边有一颗大痘痘，粉刺形成的大痘痘，使用了四天之后呢，痘痘的红肿就消失了。对于粉刺形成的痘痘呢，是有效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还有今天呢，我们要去玩水，那就稍微记录一下今天玩水，那待会见。我们现在要去自来水园区玩水，来吧。Thank you.